警方在湖内区的湖中路和中华街路口指挥交通，旁边就是一台深色的轿车。在22号上午交通尖峰时间，这一台深色的轿车被监视器拍下，原本是在这一个路口想要左转，没想到直行的白色轿车直接冲过来，撞到了这一台深色轿车，也让这一台深色轿车头下脚上直接翻覆。来听警方说法。本所获报后派员赶赴现场，除现场测绘及疏导交通外，并协助伤者送医救护。经查，双方驾驶仅轻微受伤，初步确认双方均无酒驾。车祸发生瞬间，有一名机车骑士正在路口等红灯，发现深色轿车被这么一撞，弹跳翻覆朝自己扑过来，连忙骑走，幸好没有遭到波及。警方到场之后，针对两名轿车驾驶进行酒测，双方的酒测值都是零，车祸肇责等待厘清。